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Super Kid 带来的寒风表演，掌声欢迎。 又会唱又会跳，对不对？对。听说你们是在韩国有正式出道，对不对？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我们的教师都会举办跟韩国有关的 camp 练习生的 camp 或活动，然后我们去那边表演或比赛，有一次得了第一名，然后他们就看我们太帅了，就把我们签约了。等一下，韩国人有说到"太帅"这三个字吗？有。你告诉我韩国人"太帅"怎么说？ 而且你们，金家黑吧？金家会，金家，摩西斗，摩西斗，摩西斗，哇，真的希望以后你们真的是可以那个扬威国际，对，好不好？发光发热，好帅，真的很帅呢，好帅哦，真的。热情女孩舞团呢，要来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OK， 热情女孩 ，Ready Go。 Can't imitate you, the way your body's moving. You got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o make me lose it. I want it all day long. I'm addicted like it's wrong. I want it all day long. I'm addicted like it's wrong. What you gonna do with that dessert? You want my lead up. <音>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很厉害。真的觉得，而且你看那么多人要那么整齐，练舞练多久了？娱乐从5岁跳到现在11岁，哇，6年了。那你呢？你练舞练多久？2岁练到现在。哦，那你现在几岁？现在9岁。哇，很多人啊，要一起的动作很难。是。那如果说大动作对，只有你一个人做错的话，怎么办？很糗啊，真的去比赛做错的话会很难过，会吗？ 还好，就直接接着跳下去，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突兀。是哦。
谢你们，谢谢。接下来热情男孩舞团要带来动感的表演了。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后。小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街舞团 Superstars 要来带来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好不好？ Ready go go。基隆的舞蹈团表演一个非常热血的街头舞蹈表演 ，Let's go。I think it's very vital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op. It's tricky, it's so tight. Here we go.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op. It's tricky. It's tricky, tricky, tricky. This little girlie, her hair was kinda curly. Went to her house and bust her out. I had to leave real early. These girls are really sleazy. All they just say is please me. Or spend some time and rock a rhyme. I said it's not that eas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t's tricky. It's tricky, tricky, trick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Don't mean nothing, they know who's inside.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了 ，OK 了，可以可以，先生 OK 了，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他们跳舞会让人家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对，而且其实他们年纪轻轻，然后都个子很小，每个都很有力气。我们来先来访问一下，这个戏份最少但是最重的这一位，林娜，林娜，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只是吉祥物蹲在后面而已。请问你几岁？你几岁？五岁，五岁。那你学这个学多久？快一年。所以他们刚刚跳的你都会。没练过，没练过。你刚刚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头晕想吐的感觉？不会啊。刚刚他在这边转头的时候，所有同学不是讲，嘿，对，嘿，好像萤火晚会的感觉。人家明明那么帅，你说人家萤火晚会？Sorry。那你第一次真的转成功的时候，有没有很高兴？我已经转很多次成功了。那我知道。那对不起，你是不是？那个安全帽太紧，所以讲话会有点大舌头啦。不是，他就五岁而已啊。五岁而已啦。五岁那么可以？那我问你，那你练的时候之前很失败，有没有自己哭哭过？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受伤啊，会痛痛，有没有哭哭？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很棒哎，你们，而且其他动作也超棒。你刚刚超厉害，你刚刚翻出来那个东西是翻出来的时候脚从后面快，就像那个蝎子一样碰到头哎，对，你从那个。脚碰到头哎，你也太能 Q 了吧？那你练几年了？应该有一年。一年就那么厉害？一年就可以这么厉害、啊？那我要去 KB 舞团呢、啊。你去舞团，那你可以来先练这个。OK， 谢谢你们，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 ，Go！ 太可爱了。超级巨星游戏规则说明。